警察叔叔，我们一家贷款买的挖掘机钻头被人偷走了，将近20000块钱呢，没了他可咋开工啊？我们这一家老小可都指望他吃饭呢。这玩意儿可300多斤呢，指定是团伙作案。你瞅瞅这仨人鬼鬼祟祟的，指定是他们偷的。啥呀，我家这个是我借的。跟谁借的？跟我老乡。那人家咋不到呢？到底咋回事？哎，别提了，这不我们家钻头坏了，还跟我家人一起把老乡家的挖掘机钻头给偷走了。老乡借老乡，两眼泪汪汪。为啥泪汪汪？背后给一枪，饭碗都不放过，是想饿死我们一家老小啊。